问说球场有盥洗的地方吗？其实没有，其实我们不会在球场洗澡，哪有那么闲呐、啊？对啊。十元，看一下十元，经过了两年半的准备，看一下十元终于步上正轨啦！请大家持续给予更多的支持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晚上好，欢迎收看看一下十元。今天是球赛日。你的下半场第一场，下半场对不对？其实不算，因为我前面有一场帮那个兄弟代班，但这个是真的我本来的第一场。今天是什么？介绍一下。今天是乐天集团活动多到什么级？我们正在高铁站，通常我都是搭高铁去桃园球场，20分钟就到了。高铁票的话是160，集结好像差不多钱，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搭高铁。所以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球赛日常。耶、yeah.。这是我的御用包包，跟妈妈包一样。然后还有酒精、化妆包啊，然后就弄头发、皮带，应该要自己带。丝袜、袜子。所以你们化妆什么，给西都是要自己带过去球场那边。头发、化妆都是自己弄。今天穿的球衣是新的，所以就是到球场可以穿。哇，新球衣耶！那我平常可以穿主场白啊，就是自己带的衣服。那你们会把球衣放在球场？不会啊，都会带回去洗。那你们如果忘记带怎么办？就完蛋了，会被罚钱。那你有忘记带过吗？我是有忘记带裙子。那怎么办？裙子我请我爸帮我送过来。其实裙子很好借，但是球衣是因为有你的名字。哦，对对对，很难去跟别人借。每次来抢都很紧张，我都很怕我有忘记带东西，然后我都一直检查，一直检查，就很像出国一样，就觉得哦，好可怕，不能忘记带东西。每次都不太一样，今天可能要准备什么？黑色的小可爱跟古茗，下次可能是白色的之类的，还是要每次看。其实很简单，因为很多东西现在已经放在手上。认真的十元。今天比较早到球场，是因为我们要先拍摄商品照片。每一次的活动会出一些相应的商品，然后我们就会去拍照。那你平常也是来这边才化妆吗？没有，我基本上会化差不多。今天是因为比较早，但我会在这里在球场补一些亮片啊，一些很奇花的东西。要多疑惑啊！以前都不知道哎、欸，然后就是学姐跟我们说，学姐亲自帮我们买，云溪学姐直接帮我们团购，就是那种亮片。所以你们自己也人手一瓶？对，大家都有一盒，差很多呢。其实拍照其实差蛮多。平常上班前都在做什么？你要不要分享一下？就是弄头发、啊，最麻烦就是弄头发。如果张雅涵在，我就是偏袒他，问他什么时候会来帮助。前假装自己很不会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帮不好这样？你为什么不直接请他帮、哦？就是不好意思开口了嘛，他就会一直装模作样，然后就是时不时看他说，哎、欸，张雅涵，你弄什么发型啊？他就说啊，你要用什么？我就哦，我还在想，也很多状况剧，然后他就会过来帮我。我有一次最厉害的是两球，大家都称赞发型，但是云溪学姐帮我绑，但是就是可遇不可求，因为云溪学姐很忙碌，她生意排很满，大家都要找她用头发。那你自己学一下。有啦，我有想说要多学一点，本来就是想说，反正第一年就也不用太浮夸、就是先有时间的话多练点舞。你上班前都会吃东西吧？基本上不吃，除非我真的超饿。但是我也曾经有一次，就是因为那天也是周末，然后太早到球场先排练，就是真的饿到不行。然后那一天我就吃完了一个便当，第一次在球场吃完一个便当，因为那天便当也很好吃。大部分不吃是因为我很容易紧张，还没有习惯，然后就觉得尽量不要让外在因素影响我，就是可以控制我就可以，我就控制。你一直跳真的是蛮容易胃痛。但学姐大家都是对老神在在这样。希望我明后年也可以这样。那你们就会买饮料？我好像也不太会叫饮料。我们球场有可以拿水跟生活泡沫绿茶，可以拿饮料。中场休息的时候来做什么？我就是在重弄头发、啊，你知道学姐多厉害，他们还可以换发型。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就是散热，然后擦汗，然后调整我的衣服，因为有时候衣服可能会跑掉或什么的，我就尽量把我的刘海救回来。我能救刘海就已经很棒了。上次那个发型师姐姐不是我教你的吗？有啊，可是我没有吹风机，太难了。他弄一台吹风机很麻烦呢、欸。你们休息室有吹风机？有一台，可是就是大家抢着用。对啊。好啦，明年生日送你一台吹风机。好，谢谢哦。我有在想说要不要自己买一个。小吹风机，到那种很小很小，对啊，你的刘海，没错，可能明年就没刘海了，不想留刘海太麻烦了。哎呦，期待明年十元的变化，新发型。
像我之前开 Q&A 就很多人问我关于球场的事，譬如说他会说，请问学妹要不要找到球场？这真不用，没有那么严重。我们是会排值日生，然后值日生才要比较找到球场，就是学妹是平均，不会说这个学妹就要当一张值日生，大家都是很友好的，但你可以自己多花时间去练习。对对对，你可以很早到都没关系，有一些可能家里就住旁边，他就超早到，可以找到就找到啊，这样比较好，不用担心你会迟到啊、压线啊或什么的，因为我们迟到是要罚钱的。你有被罚过钱吗？我没有吧，好像没有。哎呦，盖宝宝。对啊，盖宝宝。然后还有个问说，球场有盥洗的地方吗？其实没有，其实我们不会在球场洗澡，哪有那么闲呐、啊？对啊，就是结束都是咻一下，大家赶快消失，大家都是回家洗澡。你们平常会大家一起聚在一起练舞吗？会啊会啊，基本上都是学妹在约吧。学妹觉得很害怕，因为我们礼拜要验收嘛。那你们在休息室啊，女孩们之间都在做什么事情？吃饭、聊天、弄头发、化妆、复习舞蹈之类，因为我们休息室有个电视，然后我们就会看那个电视，也会跟着球赛这样。对，电视是只会播球赛。对 对，只会播球赛。怎样？要讲播很综艺大热门。即使我们在下场，还是会关注这个球赛。你可以听歌。下班了，大家都已经回家了吧？用非常快速的速度立刻回家。我现在要去叫车，去高铁。下班。怎样啊？怎样？憋到吐。你现在在干嘛？结尾啊。你今天在做什么？就是要拍一个 vlog 嘛。你现在搞懂吗？你今天跟着我这么久。漂亮一点吗？我拍很漂亮啊。我们现在去打电车。嘿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